巴西喜乐学堂如鱼得水的同学会，新路媒体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JoJo 天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爱你好，对，我们来跟观众朋友问候。来，好，大家好，我是天爱。对，天爱今天是第一天上班，是。对啊，哎，我记得那个天爱第一次来到巴西的时候，当你打开这一扇门的时候，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个感动？我一走上来的时候，第一个其实看到画室很多漂亮的画，我好感动。嗯，是。然后第二个看到这个摄影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灵里面就一直掉眼泪，就马上就是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然后就去感动到掉泪。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今天特别邀请你进入这一道门，让你很清楚的知道，哎，这个巴西咖啡里面的这个摄影棚也是我们的 VVIP 室，我们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也让你了解。就像这样子，我们在分享着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些荣神艺人的见证。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走到人的尽头才找到神的起头哦。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哈。是。但当然，包括很多人的生命都是很破碎，很被压碎，也被压迫，甚至于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都觉得这个世界抛弃我，我不要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但是最后都因着神，靠主得胜。对啊，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的生命见证？当初也是因为我家里讲是传统信仰，然后我家里从小就是在庙里面服事，那我的奶奶就是在庙里面煮食物给大家吃，然后我爸爸就是他们早晚都会诵经，然后从小我就是在很佛教家庭当中成长。对，然后我们在大坑有一座庙，就是假日都会去那边帮忙，所以可是我从小因为家里纷争很多，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拜拜都会吵架，然后家里大家庭可是很多的就是叔叔阿姨就是彼此亲戚之间都很不和睦，对，所以我从小其实心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然后一直到我后来出社会结婚了，然后因为我很早婚，然后我早婚之后去工作，生完孩子去工作，然后在职场上面其实碰到很多基督徒跟我传福音，可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很忙碌，他们约我去教会，其实我都没有时间，然后直到后来我就开始生病，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手痛腰痛，甚至我没有办法行走，我是用爬着去上厕所，那我就觉得很奇妙，然后后来我就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就是辞职，因为老板那时候就是刚开始事业做得不错，所以老板他本来不让我辞职，后来我是因为身体的关系，然后我后来就把工作辞掉，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哎，那我好像终于可以去教会了，然后刚好那个传给我福音的姐妹她就这样子刚好也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说好，那我去看看，对，那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牧师为结束之后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一种好雀跃，一种真实的平安，我记得我眼皮一直抖一直抖，我不知道抖什么，可是我心里从来没有那种一种平静安息，但是又很雀跃，我找到了一种喜乐，对，我就觉得说真的有神，真平安，对，然后加上牧师那时候是说要为我的腰祷告，是，然后我就说好啊，因为我不知道说祷告可以经历医治，对，可是他第一次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哎，祷告完那你的腰有没有好，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不明白，然后就说怎么可能就是祷告一次就会好，对，然后牧师就说那我再为你祷告一次，对，然后他这一次为我祷告的时候虽然当下没有马上，可是我却感受到一股爱，我第一次被爱满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神奇哦，那一次让我经历了天父的爱，然后后来我也很感动，因为后来参加了幸福小组，然后我就感动说就是要受洗，然后后来我就过了几个月我就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哇，然后我受洗的那一天，因为我那时候腰很痛是摸不到地板的，对，然后受洗完的那一天傍晚我就去走去那个河堤散步的时候，我就突然伸个懒腰，然后我的手突然就碰到地板，那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哇，我想说我的腰怎么得医治，而且是就是很莫名其妙，然后后来生命一连串的
很大的精力神、那个叫超自然，不叫莫名其妙。哦，对对对，因为超自然的意思，对，精力的超自然，因为很多的神奇奇事，然后加上我从小就是比较体质比较敏感，是，然后我常常会有鬼压床、啊，就是半夜睡觉的时候，常常就是有一种莫名。那其实我那时候不明白，然后那时候受洗完之后，姐妹带我去买圣经，是，那我那时候就翻开圣经一看，我就看到。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嗯、那那时候那个晚上那种感觉又来了，就是突然就是那种被压迫的感觉，然后过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因为我以前就是都有在念经嘛，念咒语、嗯，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开始念我以前拜过那些佛，然后开始念那些咒。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效，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耶稣救我。对，我就喊了耶稣救我，然后就突然出现一个光，然后就全部的东西都不见，然后我就吓一跳。我说原来耶稣的名大有能力，就是很真实的经历他。那从此之后我就没有被鬼压过床，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神是真正的神。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们家我爸爸就是会帮人家收经、okay, 可是我从小收过了五字经，可是我自己我爸爸是带过人家收经，可是我自己却没有果效。对，所以我很明白说什么是真神。嗯，所以我就是在这样子一边读经，然后一边经历了很多的神奇奇事，然后包含我的孩子，他们也都是这样，就是很灵异的体质、嗯。然后可是也是透过我们读经祷告，然后孩子后来也都不会有这种状况。嗯、对，然后我开始发现说我的信仰很神奇。那因为我的先生他也是在庙里面，就是他们也一群好朋友盖了一座公庙。对对 对, 对，所以他们是其实，在公庙里面，就是他们都常常在那里聚集。可是。其实很苦，因为他们在那边就是喝酒嘛，赌博、啊。那其实我刚开始跑教会的时候，每个礼拜我去教会，然后我的先生就去公庙。嗯哼。那其实刚开始拉扯很大，然后我也被逼迫啊，就是先生的家人也会说，哎、欸，就是你怎么可以去信基督？你背叛了你的宗教。对、啊。然后还有我的娘家，就是被婆家跟娘家逼迫。攻击。对，那时候我就是躲去教会读经祷告、嗯，然后一直哭。对，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们的教会就是牧师他们都在为我祷告、嗯、然后就说不要害怕，只要信不要怕。对，然后我就是刚强壮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读圣经是刚开始读是停不下来的。对，哦，就是我一直读，然后我也开始上装备课程，就是心里很渴，所以我就一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不下来、很可是也经历了很多神奇奇事、然后包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也经历说哇这个神真的是又真又活、所以就这样一路上就是经历了神的伟大。然后后来我祷告了几年，然后我的小组家人也都在为我的先生祷告，因为我的先生就是他从以前就酗酒，那其实他以前是不就是没有在顾家的，就每个晚上我的枕头旁边都是空的、那其实是让我常常就是很难过，然后也要自己在工作上要很努力来养孩子，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生活真的很苦，然后我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姐妹们跟我说，就是第一个先饶恕你的先生、然后第二个开始为他祷告、然后我以为饶恕很简单，可是后来我发现真实的饶恕就是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对，我竟然说我不要饶恕他、然后我就觉得说原来真实的饶恕在神面前你要真正饶恕一个人原来很不简单。是 我记得我是跪下来的，然后我跟神说求你赐给我爱，因为我没有办法爱他、然后我跟神说我的爱不足，所以我没有办法真实饶恕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我跪下来跟神说我愿意照着你的圣经，因为圣经讲说妻子是先生的帮助，可是我受伤了，所以我是没有办法给出这一份爱，那求你的爱先来充满我，我才有能够真实的为他祷告。然后我就照着圣经所写的话，妻子是先生的帮助，然后先生是头，然后我就跪下来每天为他祷告，可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可是我却去顺服，因为我希望我的家庭可以反转，所以我就透过每天祷告，甚至我半夜起来就是赞美神。因为有时候他又不在家，我就是还是会愤怒。然后我就是刚开始也会以为我的祷告是没有果效的，因为祷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我是半夜起来就是流泪，就是敬拜神，然后跟神歌唱。
然后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后来其实后来神就自己做成了，就是在三四年之后，我的先生突然事业回来，对，就是财务出了状况，他突然掉到谷底，嗯哼，然后他那时候就很茫然，然后就突然笨得很，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哼，然后那时候我就感动，我就跟他讲说，只有神可以救我。就是说现在只有神能够帮助你，因为我其实也带我的先生去请大家的帮助，请我的娘家，或是因为他财务出了状况，然后我就带他去请我的娘家，或是请他家人帮助，可是都被拒绝了。然后在无路可走的当下，我就想说好，那就带你来，就是请你来幸福小组，然后我就想说啊，让他可以认识神。那没想到就是他，因为他真的没有路了，然后他也很苦，然后他知道没有人会帮助他了，所以我的先生也就来到了就是幸福小组，他是幸福小组，然后也因为这样，可是他是在幸福小组里面是被神就是牧养了一年，然后才进入教会。哇，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家是经历了很大神的翻转。所以他现在呢，他受洗了吗？他受洗了。哇，感谢主！而且他很爱神。公庙还在吗？公庙还在，可是那一群人就跌破眼镜。哦 ，OK， 因为他们觉得说怎么会两个都离开了。对，所以我先生那时候经历了，但是他的朋友圈很震惊。是，可是他其实他因为他以前有点像是Aniki 的感觉，就是有点凶神恶煞。他刚走进教会的时候，其实吓着了很多人。真的吗？对。可是他很神奇的是，他的开始改变，他面相也开始调整。对。那后来现在大家看到他就说哇，好喜乐哈，他好喜乐，而且好和蔼可亲。对。然后他也很神奇，他就开始上我们有那个门大课程，他开始上课养育班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就是读圣经的时候，自动自发就是戒烟。然后戒酒，哇，感谢主。其实没有，他也没有说有自发性，也没有说一直请人祷告，没有，他就是只是每个早晨起来读神的话。那不知道为什么神就一直洗涤他，洗涤他，洗涤他。然后他就自动的戒掉就是烟酒跟香烟。所以他的财富也翻转了吗？对，我们三年的时间，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因为负债有就是也是有一笔钱，是。然后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然后透过祷告、读经。他说他刚开始上养育班的时候是就是被神的话洗涤，所以他戒掉那些坏习惯，然后在进阶的时候上门徒班的时候，他开始培养好的习惯，他就开始去爬山啊，然后开始，而且他很自然的就断开那些朋友。哇，感谢主，真的哇，对，就是，真的是只有神能救他。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其实你们以前都是在服事公庙。对，你知道我也带一对夫妻，家里也是开寺庙的，我带他们来受洗。对，真的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哦，也是类似像这样的状况，他们也是想说，哇，那个纸钱烧好多好多，哎呀，收人家好多钱，然后就觉得说，哎，就是灵里面没有平安这样子，真的，对，所以其实你们这样经历真的很不容易哈。首先，我觉得神先拣选了你，哈，成为基督徒，但是却成为两边家人的叛徒，对吧？对，所以被逼迫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你被逼迫，所以你有福啦，哈。然后最后你又把你的先生就是带来教会，他也得救了。也被翻转了。那现在家里除了你跟先生以外，还有其他的人受洗吗？目前是我跟我先生。 okay， 那孩子我们还在祷告，还在加油，还在努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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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是我们家也传了很多的福音给我们的朋友。是，对，okay。 所以你跟先生就是你跟神求就是饶恕他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知道这个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每天先生都不在家，然后又没有责任，这个要原谅真的是何其困难，真的是何其困难。所以当他回来的那个 moment， 他怎么回来的？哎呀，这个我们比较想听。哎呀，你怎么让他回来的？你用哪一句话让他回来，或你用哪一句话感动他回来，愿意跟你去教会？他其实一直都有在家里，只是他晚上都出去喝酒。他其实有住在家里。是，对对 对， 對，就是晚上没有回家。就是他晚上都会去喝外面喝酒，花天酒地这样子。对对 对， 對，那他愿意跟我去教会，就是祷告。对，还有就是他就是突然之间他就
掉到谷底，嗯、哼哼，然后好像神兴起环境、嗯、然后他就愿意，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帮助、嗯、哼，然后朋友我们一直祷告说希望、欸、家人朋友可以帮助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是教会帮助他， 对， 对，就是他、教会的家人帮助他，对，牧师然后教会的弟兄们陪伴他、嗯、然后他可能他有说到那份爱、我先生有说一句话，他就说其实因为他酗酒已经二十几年了，从我结婚到差不多二十几年的时间、嗯、那个酒瘾其实很大，然后他有跟我说他后来信主的时候他有分享说其实他一直想改变可是没有人相信他、嗯、可是他来到教会耶稣相信他、嗯、只要有一个人、嗯、就是相信他、嗯、他突然有一种被爱然后、嗯被感动，因为他从前是可能是被弃绝的嘛、嗯、没有人，因为他太让人家失望了这么多年，其实身边的家人朋友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这个就没有救了嘛、嗯、可是他来到教会、嗯、就是弟兄姐妹愿意相信他、嗯、然后愿意肯定他、嗯、甚至赞美他，对，当他刚开始愿意 QT 的时候大家就称赞说哎、欸，你字写得很漂亮、嗯、他就突然每天就很警醒，一早晨就在那里写 QT 跟先生的话，因为他有接受到被赞美，他被肯定有被看见，对对，然后他就说其实他一直想改变、嗯、可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所以还导致他没有信心，对，没有自信，然后来到教会因为有耶稣的爱、嗯、对，然后弟兄姐妹的包容，对、嗯、他突然觉得说最重要的其实是老婆给他机会，老婆给他爱，对，老婆其实是 key man， 没有，是神，不是我，因为我天然人，我知道我自己，对，我没有办法，可是神有办法。嗯、对，那他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求得你的原谅？这个一定有一个过程嘛，哈，是跟你跪求呢，没有，还是求你原谅，还是跟你道歉，都没有。嗯，是后来在都是神的带领、嗯，就是神可能就是感动弟兄姐妹啊，透过破冰啊、玩游戏的过程。然后就制造我们两个，让我们可以就是和睦啊，嗯、哼哼，或是神也透过很多巧妙的方式，让他跟我说对不起，嗯、哼哼，跟学会拥抱我、嗯哼哼，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经历了很大的神的帮助、嗯哼哼，然后还有弟兄姐妹的鼓舞，嗯、哼哼，然后为我们制造那种有这样的场合跟机会，嗯、哼哼，对 ，OK， 感谢主、嗯，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蛮特别的是，神拣选你哈。先让你遇见他，因为不然你看你从小到大都是在这种宫庙长大的这种孩子、嗯、但是你在这种宫庙长大的孩子里面你心里却没有平安，你反而遇到耶稣，你觉得说哎、欸，这是真平安、嗯哦、开始慢慢一步一步走进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嗯、我觉得神就像一道曙光一样在你的家就有一道光下来，带着你，带着你的先生，相信未来一定会带着更多你的家人一起来相信耶稣、嗯、来看见这一道光、嗯、对，真的对、嗯、所以你现在都是在教会有固定的服事，是、嗯、然后我的家也开放成为小组、嗯、哇，感谢主，以前我就都不敢邀请朋友来到我的家，是是，因为我从小也是就是被霸凌长大的孩子啊，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你比较像霸凌人家啊，没有、哦、没有，真的而、是信主之后我改变了，不然其实我国中的时候都是被欺负，被人家打、哦、然后所以我就是有一阶段是没有办法相信人的过程、嗯、哼，对，然后我觉得说天父的爱医治我、嗯、然后让我知道我不是被遗弃的，然后我是被爱的，所以就是在神的爱当中，其实我的名字也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嗯、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亚伯兰改名，上帝给他一个变成亚伯拉罕，给他一个新名字、嗯、那我就突然在读的时候我就听到天爱天爱、嗯嗯、然后我就天父永远的爱爱你，然后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天爱天爱，然后我后来因为我其实我以前我是没有办法爱我自己，甚至我觉得我是不被爱的、嗯、对，所以我后来天父给我这个新的名字之后，每次有叫天爱的时候我就是被建立信心、嗯、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是有人，天父很爱我、嗯、我不是被遗弃的，我也不是被践踏的、嗯、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嗯、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
神的爱医治我，然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哇，感谢主。其实我认识天爱也是这几天哦，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神拣选哦，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其实这个我必须要透过这个刚好透过这个这一集的节目特别来感谢你哦，对，因为呢我们刚好在缺人哦，对，其实介绍你来的那个姐妹，唯一就是那个姐妹告诉我说，其实我可以帮你找，但是机会不大，但是反而她找来的是。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哦，对啊，你不但看见我的需要，你还帮我找了另外一个会计来，对，那个姐妹就是我传福音给我同学，然后她刚好在旁边，啊、所以传福音给她。哇，感谢主，所以你看，这真的就是天爱哈、哦嗯，就是天父其实爱着每一个人，不只爱着你哈、哦嗯，天父的爱真的是爱着每一个人，他所需要的、所不足的爱，我觉得天父都一次给足这样子哈、嗯哦，对，所以我觉得天爱你在就是。经历你跟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关系，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修复关系、嗯、真的透过神的这样的一个爱跟透过神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觉得你最大的领受是什么？最大的领受是就是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嗯、哼，我们人真的很渺小有限，嗯哼哼，我们的爱其实都是不完全的、嗯、哼，那天父的爱他带着一种包容，带着一种医治、嗯、哼，带着一个爱是永不止息吧、嗯、哼，只有来自神的爱他才可以源源不尽的、嗯、哼哼，我们世人的爱非常的有限，可是当我们依靠神连接于神的时候、嗯、哼哼，爱里面会有奇迹、嗯、哼哼，那爱是可以破除掉很多 冰冷的心，然后爱也能够带下很多的医治、嗯、那我知道这一份爱是从天而来，因为我知道、嗯、如果是我做不到，所以我知道我在每一次的服事的时候、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我，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做，所以、嗯、神明 很感谢耶稣拣选了我，然后他不看我黑，他也不看我，就是他也不看我的不完全、嗯、就是他就是这么的爱我，让我每一次可以每次软弱的时候我就靠了神再次站起来、嗯、然后其实可是我也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破碎，嗯、所以有时候破碎到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传福音，因为每次我传福音分享爱的时候，我发现我又活过来了、嗯、哼哼，可是有时候就好像你被充电一样，对，我就再次经历这一份信仰的真实，所以我知道神对我的计划、嗯、我也知道神创造了我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我依靠神我很开心，然后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次一次的不断的学习，刚开始我好像没有办法，后来我开始学习安静，学习祷告，学习聆听的声音，学习让神的话语成为我心中的满足。阿们 对、啊、不然我很希望常常都天然人会很想要在别人的话语上面得到肯定、嗯、得到爱、嗯、哼，可是我在就是在神的身上我学习如何聆听他，然后如何真实的被他的爱充满，然后如何依靠他的话语让我的生命就是被神的话再次拯救。对，哇，感谢主，哇，我觉得你的生命好丰富哦。对啊，而且你的背景非常的特别、哦、最终就是也是因为在传统的信仰跟耶稣的信仰里面，我们走到了耶稣的信仰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中的不断的 被改造、哦、不断的翻转、哦、甚至于跟先生这样子过去不和睦的，甚至于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破口、嗯、对，这个破口最终也因为耶稣的爱把你们的爱一起都带了进来，也把先生一起带了进来，所以他现在也参与服事嘛，是他现在只是在做那个音控，对，哇，很大的翻转、欸、真的好大的翻转哦，对，所以、啊、所以真的是我们真的在我们人真的是什么都没办法做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只能是依靠神哦。对啊，最后呢，在节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要呼召你的家人？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呼召谁？我的家人吗？嗯，我的姐姐。好，来跟着你的姐姐说，来，还有我的弟弟。好，就是从小我们虽然感情没有很好，因为那时候不认识天父，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彼此相爱，但是我想要跟我的姐姐弟弟说，我很爱你们，
然后我很希望你们可以认识上帝，因为我有他的爱能够充满我们的心，成为我们心中的盼望跟满足。那人在生世上的生命都有限，但是就是依靠神，我们的生命是有永生的，然后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想要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耶稣，真的是为你们祷告很多年，然后想跟姐姐说，姐姐弟弟说，耶稣爱你们，然后希望你们可以经历他的爱。哇，感谢主，我们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天爱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给你一个拥抱。来，好，我们谢谢，我们谢谢耶稣，我们也谢谢天，我们也谢谢天爱。来，我们最后跟姐妹来，哇，你这种哭到尾。来，我们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拜拜，拜拜。